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呢，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南海地区的形势总体向好。在这种形势下，美方不请自来，一再派舰机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空域，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，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准则，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，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，事实也证明南海航行自由是不存在问题的，但航行不是横行，自由不能违法。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借航行自由为名在南海进行军事挑衅，损害沿岸国的主权安全，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。我们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的主权和安全，不要在南海无事生非、兴风作浪。中国军队将会采取坚决措施，一如既往地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，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